菜，我晕。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救命救命，点到别人直播了，吓死我。这个帽子好看呀，真的吗？你是在打引号吧？成都啊，当然没回，当然没有回成都了。比蔡澜，这不是蔡澜啊，这不是蔡澜。就是一个帽子而已嘛。蔡澜不是蔡澜，只是我想，只是我要遮住。对啊，谢谢奶茶，谢谢。帽子，你们是认真的吗？你们肯定是打引号说这个帽子不错。居然反光，哇，这是谁？我都有点不认识我自己，说实话。这边谢谢玛丽尔的夜底。Thank you, thank you. 什么？帅哥，这样是帅呀，我觉得有点傻。戴帽子是因为没洗头吗？这不是废话。我们来。还不错，居然你们真的这次是真的说这个帽子还不错啊，真的吗？那还是睡吧，那就行。可是比之前，可是那我这个呢？我看看啊，我那个帽子，我本来刚刚想戴我之前那个帽子。白色的那个，我觉得白色那个挺好看，不觉得吗？就是那个白色的帽子更好看一点。为什么不行？那么可爱，那个是一个很可爱的帽。哎，我的帽子有出现，谢谢 Angel 的夜店。再给你们看我的新的，可不可爱？当当。谢谢 Angel 的夜底，谢谢什么来着？什么来着？我再给你们看一个，等我一下 我刚刚的帽子不见了，又消失了，这真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看，啊，脏乱差，糟了，被你们发现。我去拿那个东西，给你们看。没事儿，这不是我的房间。其实这不是我的房间啊，脏乱差，你们懂是什么意思吧？再看这个，这个哇，是不是巨可爱？给你们拆开，我都还没拆开呢。看小羊，
它是叫 piano 小羊 piano， 可不可爱？小对 p， 难道不是这样读的吗？ piano 读对了吧？看着还有它，可不可爱？我把它拆开来是不是比较好？是不是很可爱呀？是不是很可爱？当当，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哎呦，我觉得它更加可，我觉得它更加可爱一点，觉不觉得？好可爱呀，它这个小羊，是不是？是一个可爱的小羊哦。对，是一个小羊，可爱吧？我要把它给装起来，不然会弄脏的。谢谢荧光棒，也太可爱了，对不对？哈哈。还有它，它的表情就是很，这是什么表情啊？生气的表情。为什么那么喜欢可爱的东西？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给我买的都是不可爱的东西，所以我就现在就很喜欢可爱的东西。怎么样？就我妈妈以前给我，哎，而且我以前小时候真是，哦，可能我也不知道，就是眼白的，不给我买奥特曼。哎，其实我妈妈还是会给我买芭比娃娃的，但是主要是我妈妈以前小时候给我的穿衣打扮像个小男孩，所以懂吧？哎，而且她都叫我儿子。口音犯，我没有，我没有口音。你叫我儿子，你做梦。喝口水，各位。这杯子好像就是奶茶。吓死，差点把电话号码暴露了。现在干嘛呢？现在要干嘛呢？说实话我的那些零食都到了，就是那个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吃的，那我们就吃东西。还有两个，一个他说叫话，一个叫他说话，一个海盗船的，一个是，好，等我一下，我又去拿。来了，可是我的这个还没拆，我先拆一下。我平时都是这样拆快的。这是把箱子给撕烂，越找不到。哎呦，全都是我做的指甲。哇，全都是这种，
救命！这是什么？哇，一根葱，有点不对呀、啊，我感觉小时候的吃的是很大一包，这个怎么这么小？没意思。哎呀，怎么出不来？哎呦，这个吃过没？吃没吃过，各位？完了，那岂不是拆了还得洗个手？可是我不想动啊。好吧，我要离开。我又来了，我又来了，各位。说实话，我今天戴了牙套，快夸我一下。就是时隔一年半载，我居然开始戴牙套了。牛人呐、啊！其实我感觉适应一下就还好。我们第一个先吃这个糖吧，怎么样？因为我本来就一直在戴牙套。看这个糖是这个香芋奶糖味，尝一个，好久没有吃。嗯，外面的那种粉的感觉很重，就是不知道怎么说，还行吧，还行吧，就是那种感觉很重。但是也没有粉末，还行吧，就是买的太多了，买了三片，这辈子没怕过什么东西。下一个，一根葱来了，一根葱我小时候还是挺喜欢，就这个是应该是盗版吧，怎么这么小？是不是盗版？这么小。幸亏这么小，这样我才可以每一个都吃一点，对不对？看，嗯，是那个味儿。可是啊，吃这种味道重的喝奶茶好难喝、啊。我要去那个拿个可乐，等我一下。可能你比较有年纪吧，就是这个都是我00后才吃的东西。但是我现在有点不喜欢吃这个，就是那种感觉，你们懂吗？吃了有点难受。嗯，太咸了，有点干。下一个，没意思。这个应该还行吧，这叫什么？甚香，这什么香？甚香肥牛尾
正香肥牛尾，月没洗头，吃吃一下吃。软的，软的是什么？啊，糟了，我撕错口了，然后撕成这样子，开不开了，怎么办？用牙咬，哎呀，咬不了，算了，不要这个，吃这个吧。哇，这个好久没见过了，套什么套餐软糖。哎，吃套餐了，各位，吃套餐。这汉堡有点，这是什么鬼套餐？这什么啊？这做的有点偷工减料了哈。这什么？小时候是这样吗？哎，这个和图片属实。哎呦呦呦呦，这难道莫非就是那个什么传说中的汉堡？这汉堡皮是白的，内里是绿的，连块肉都没有，各位，素汉堡。素汉堡啊，这是，我尝一下。哼，可以送给闺蜜，闺蜜应该会很喜欢吃，因为闺蜜应该比较喜欢吃这种香精味比较重的吧，就是补补香精，闺蜜很爱，闺蜜很爱。马上等会儿闹闹我就给她吃，等会儿我就去发在群里给那些大家都吃一点。这什么？我小时候没吃过哎，麻辣棒，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我没吃过，这个肯定不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哎，味道闻着还可以，这辈子没拍过什么东西。这个还行，这个就不给他们吃，这个就留着吧。这个先留着，这个先自己留着的放这儿，给闺蜜的在这边。还行还行，闺蜜应该不会喜欢，因为。家人们，看这是什么？以前还有卡片，我记得。尝尝，哎，这什么味？要不要把它捏碎啊？这个还不错。我捏碎。不错，不错，不错。先放这边。这儿没有床，兄弟。我想吃，我看看我有，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有哪些。看，你们想看什么？我再吃五个东西，你们自己挑选。第一个，
小熊维尼。OK， 我先放在旁边，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二个啊，这个看着不好吃啊，居然还是上好家的玉米卷，不要，这个我自己 pass， 这个直接给闺蜜，直接给闺蜜了，我先不吃了。这个哦，你们说的软的是不是这个？我没吃过这个。先放这儿吧。啊，这个也不想吃，闺蜜应该很喜欢，给她。嗯，哎，这个是软的，这个是软的耶，这是软的，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我现在就吃。尝尝，哦，对，小时候这个还挺好吃的。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当当，这个是闺蜜吧？闺蜜是吧？哎呀，我真吃。我吃了一口真的难受，就是全是水，然后味道很重，就是好难受啊，吃的我。满心欢喜买了这种吃的，结果一个二个这么难吃，这应该都是一系列的，都是这种假肉。我刚刚被他伤害了，我这些我都不想吃了，这些就是换皮，这些就是换了皮，换皮包装吧，就是换皮的这个吧，摸着都是一样的感觉。什么东西呀、啊？又是一根葱，又是这个。哎，他说50款，就50款这种牛肉是吧？给我气到了。这什么？蜂蜜花生。哎呀，怎么都是这种？什么东西，看着都不想吃。以后大家还是别买这些，说实话，就是长大了你的嘴巴味道就吃一点东西就感觉咸，就味道很重，就觉得很难受吃的自己。看都有些啥，哎，这些还是握手会带给你们吃吧，你们应该喜欢吃，送给你们。你们应该比较喜欢吃。送给闺蜜。怎么又是？早知道不买。都是些什么啊、哦？吃锅巴应该还是可以吃吃，锅巴吃一下。有没有人喜欢吃锅巴的？这个可以。嗯，你觉得锅巴能咸得过那些东西吗？不错。吃两口就得了，这种玩意儿。这个直播分享给我妈妈，我妈妈马上给我，马上过来打我。我记得小时候，我放学买，就我自己回家嘛。放学买了一包什么，然后我妈妈走到半路看到我，
拿着吃，把我吓死了，赶快藏起来。可是还是被他看到了，然后他马上把我的给丢了，还当着我同学面骂我。难受了，家人们。湖南特产是真的吗？马上吃。感觉这个还行。啊，怎么这样啊？湖南特产原来就这啊。好咸啊，我受不了了，我觉得这些太咸了。不要，我不试吃了，我这些都不吃了。如果这些都吃了的话，我可以好咸。搞笑，为什么好咸啊？不是，它的那种咸是那种咸，就是那种味精多了的。虽然我很喜欢吃味精，可是也不是这样的吧。好咸，哎，好浪费啊！幸亏也不贵，幸亏也不贵，幸亏也不贵，不然我就要心痛了。对，幸亏不贵呀、啊，幸亏不贵，不然我。难受喽，一定要肿。可是它肿不能肿我这儿吗？它每次我一肿就是肿我的面，就这种地方，面中。我吃完了你才说有什么意义？你们觉得这个衬衣好看吗？虽然你们应该看不见。骗我。还可以是吧？还可以。哦，没有全身，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衬衣。哦，看得见。磨损啊，这它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来听歌怎么样？对，别叫了。闹闹，我在直播。我知道。为什么知道？看到你提示了。哦，不要说话了，行不行？谁不要说话？好，他说好。能不能不要说话？闺蜜快吃！我笑吐了。谁你闺蜜？闺蜜快吃。谁？闺蜜快吃。闺蜜都不吃。因为。好吧，因为你们不觉得吵吗？什么东西啊？他们说我好凶。是啊。哎，大哥，你每个就只吃一口是吧？对，就留给你吃的呢。我好吧。我是垃圾桶吧？不是，这些都很好吃，我专门留给你的，因为我吃不完，真的。那你看这么多，你问他们是不是？好贴心哦。因为我就是给大家展示我要吃。对，
你。因为我要给大家展示这些有多好吃，然后留给你吃，快吃一口。不吃对得起我吗？真的，我还帮你打开，就是。你吃剩的给我。我吃了一口也叫吃剩啊。嗯。哦，谢谢大胖的皇冠 ，Thank you。不客气。你又不是大胖。我就是。Thank you。有钱有钱。你尝一下嘛。还阴阳怪气，有钱有钱。不是，这是我从2019年就开始，真的、啊。第一次有人送我就这样说的，对不对？大家出现跟我说。不是2019年就开始阴阳怪气。我没有阴阳，是如果有人送我就说叫所有人一起说有钱，真的很阴阳吗？大家。原来以前我就这么阴阳啊，救命呀、啊！可是这不是阴阳，可是这不是阴阳，这就是阴阳。上我吐了。对呀、啊，有钱有钱，是有钱了哈。不是阴阳吗？不阴阳吗？闹闹，你刚刚吃的什么？刚吃的这个。哦，他居然吃了这个，就是刚刚我吃了一口，我要吐了。我已经吐了。是不是、啊？真的难嚼一口就难以下咽，快。这就是给闺蜜吃的好东西是吧？对啊。我感觉跟我以前一毛钱买的差不多。而且很不一样，好难吃啊、嗯！比以前一毛钱买的还难吃。你尝这个，这个一根葱你吃不？马上没有闺蜜了，告诉你。闺蜜，闺蜜，好闺蜜。我不吃葱，你还让我吃葱，你真是好闺蜜哦！无语了，真是，想毒死我是不是？害死我！懂了，现在就把你牙套扔了。没有，这个一根葱它是不含葱的。屁！你看它的配料。对，闺蜜说滚蛋。它只是长得像一根葱，也不像。你尝了吗？我没尝，我不敢尝，我怕被毒死。它是不是一根葱？这是假的一根葱。好臭，有一股葱味。那你尝这个。说说评价。好可怕！我吃完晚上就吐白沫在旁边。我都还没吐呢，你吐什么？是不是很好吃？一口全吃了。比刚刚那个好多了。哦，这个一定要吃。这个我还自己单独买的，对。又什么毒害哪片啊？我自己的。我不要。是香芋。我不要。我现在不想吃香芋，我现在就想吐。我现在只想吐。我告诉你，我真的很想吐。真的。嗯。为什么？就吃了那个。有点恶心。我刚刚吃的那个、那个软的那个才真的恶心。真的很恶心。我下次一定要买个100包给粉丝吃。你真的。你还有闺蜜跟粉丝吗？你不会再有了。我下次一定要握手会给大家都吃，我要看着大家一包吃完。好狠！你不会没粉丝了？我喝一口你的。笑死！谢谢奶茶。其实很好吃，刚刚吃节目效果，这都不知道。这些就是销量这么好，肯定大家都很喜欢吃，不然谁买，对吧？对不对？真的真的很好吃，我才不吃呢，因为这太好吃了。要留给粉丝，好的都留给粉丝，坏的都我来承受。比如这种魔法式，我还是多吃点啥？唉，多吃点这种，太干了。我都难受了，我要吐了。太干了，这种东西就留给张润吧。你看，嗯。
好贵，是吧？对。对。算了，魔法师也吃不得了。帮我拍一张放到群里问问有没有人吃。哼，你还不仅要毒闺蜜，还要毒害对那个团友。有谁要吃童年小零食，张若免费送。对对对，帮我发一下，把一根葱带上。不要啦，因为这个是很火的，没有人知道它火。同事的最爱，你不过去了？不去了。是不是很大方？那么难吃。第二天中马看到全员口吐白沫。那又不是我做的这些吃的，那要去找那个店家。污蔑我，各位。我是传播者，我是给大家分享好东西，我是一个好心的人，让大家都感受一下这个。又放这首歌。对，我一般我听歌要听到腻，吃东西要吃到腻。那你把这些吃了吧，让你腻。完了，张润啊。别放这儿，张润真的太聪明了，没见过这么聪明。你最爱的一根葱，你才啊！我摸了一下手，都是味儿，我无语了。啊，好香啊，全是葱味，是不是？你自己扔过来，我不想碰的，拿去。你轻声闭上，却是感情的声声。这么多垃圾。到底怎么可以让你更爱我？哎呀，这都丢了，看都烦。哎，张润浪费粮食，举报。没事儿。这么难吃，狗都不吃。狗都不吃，张润吃。饺子，饺子太难吃了，我忍不了了，我也不想给闺蜜吃了，这太难吃了。狗都不吃，这个还可以，这个吃可以，软糖我不要，我要吐了。大家简简单单吃个白菜。啊，算了，味儿太浓了，帮我丢下。哎，你不是说好吃的吗？嗯，还真是，狗都不吃，有点像洗碟精的味道。我刚刚又吃了一下。看他们那个鞋柜，嗯，可以吧？可以，因为我刚刚就是吃了其他东西，我都忘记这个软糖是什么味儿了。我刚一吃，结果还是一股洗碟精的味道，我真难受。确实。洗碟精的味吗？你找到你的线了？没有啊。嗯，这个线是谁的？都是你的。给我理由。我们来唱歌吧，我们唱什么呢？
怎么又是这首歌？我突然发现那个诡异氛围是什么歌，我一点进去结果又是这个背景，诡异背景音。诡不诡异？什么歌啊？诡异歌，那哪能不诡异嘛？这个音乐叫诡异氛围。配着这个音乐，做什么事都带着一丝诡异呢？怎么样？这个又不大。现在先别过去。哼，我就要跟你讲，来点洋真东西。好的，玩那个港诡实录，我好害怕，说实话。我当时玩的时候，他突然出现把我吓死，我都无语。但他出现多了之后就还好，他每次那个女的一到我面前来把我吓死。对，因为他突然出来，而且我在走路都吓死我了。对，太突然了。但是你他经常这样，你就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恐怖。我们唱，今天我们唱谁的歌呢？我们唱杨丞琳的歌。为什么阴间音乐好听？我不会轨迹。rap， 可是我哦，可以，我上次好像记得我还有很多，救命，很多还没有听到。对吧？唱什么？好，这就是我想放的。开心就把你身边男不经理带走，开心就把你身边徐真真都带走，开心就拍喝酒，开心就把你身边带走，开心就拍手，开心就拍手，开心就喝酒，开心。像一真有个代言，哎，算了，不念了。我再也不唱 rap。 你唱 rap 唱得很好，真的。嗯，比你唱歌好。比如呢？比如就唱得很好。哎呦，你根本就没有听过。谁说我没听过？看别人都说，哎呀别这样，很好听。怎样？就是像你这样说。我怎么了？我说的很好听啊。他在骂我。我哪里在骂你啊？夸你好听，就是在骂你，是不是？懂了吧，张润，真的是。好，那既然你这么说，那就很难听。我真在夸你，你忘了我们录的那个歌？啊、嗯，还记得吗？嗯。你说的比唱的好听。有毛病啊！你才有毛病。骂我，就在他们睡觉的时候，犯的什么偶像？我啊，被骂了。你看他一直骂人，骂别人，然后还要阴阳怪气别人。能不能让闹闹走啊？我真的说不过他，我很无语。我哪里说你了？明明就是你骂了别人。快把石柱君叫来，我要和石柱君对话。石柱君才不回来。谁呀？石柱君。是谁呀？
他们来吃你的闺蜜零食。真有人吃啊？有啊，江江啊。快，全送你了这些。快快快！哇，真有人吃。为什么？看，很好吃，很好吃。他觉得太好吃了，这个，他想跟你们分享。这个香芋味吃过吧？绝对吃过。哎，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拿出去给大家分一分。放到门口那个放垃圾的地方就行，是。让大家自己。那我放在那个电梯门口。你们收完了。笑死！我说怎么突然有人敲门，就是专门来吃这个玩意儿呢？不错，真有人吃。哎，关键是我刚才说了一句什么，什么都不吃，谁什么都不吃，结果江江来了，我妈，笑死！哎，我才说了狗都不吃，笑死！好，闺蜜来了。可能万一大家的味觉不一样呢，就是假如我觉得很难吃，别人觉得很好吃，对吧？毕竟还有那么多我都没尝呢，然后大家可能觉得很好吃，可能等会儿人家甚至说狗都要吃，就意思嗯。好的，意思就是说人家会觉得好吃的那种。哎，好累呀，我觉得这个沙发简直是让我蹲在地上。连夜给你做了四菜一汤，什么东西啊？谢谢了。我要看看我。杨丞琳的歌都太高了，我突然发现。与爱。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已变透明，我还想给我勇气的月亮。这也是垃圾。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深情像储存爱你的记忆，珍惜。换一首，换一首。我其实很喜欢《左边》这首歌，你们喜欢吗？谢谢巧克力。十个美丽的诉求。好黑呀，我的脸。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时候最坏也最甜美，
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的遥远，永远隔着情节，爱笑得可怜，伸出右手想陪着你向前走，感受你爱我的心跳在左边。那么深爱你的我，相信你会了解。我发现哦，你们有没有比如说喜欢站在人的左边或者右边？我就是我喜欢站在别人的左边，就是我的右手在别人的左边，因为我觉得别人站到我的左边，我觉得好奇怪，就是不舒服。埋怨过你的冷漠之后，又急着说抱歉，仿佛像疏远的你祈求一点体贴，都是我不对。越喜欢最坏也最甜，哎呀词都唱错了。又开始尬了。我要还是缺氧好听，谢谢奶茶，谢谢。就是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就是站着舒服一点。春天慢慢一点点发芽，快乐开始都有了想象，城市光合作用的光。哎呀，我不看歌词就会乱唱。怎么了吗？我的心的茉莉花香，月光洒落看不见忧伤。他不是饿了，他只是想出来玩。歌光上我爱情开始滋长，想你有时会缺氧，嘴角不自觉上扬，这是不是幸福的现象，胸口微微的发烫，想你有时会缺氧，脸红呼吸不正常，这是不是幸福的症状，不知不觉又缺氧。还有谁的歌我知道，还有那个张韶涵的歌，对不对？对。对，猫就叫猫。就咬我就咬。哇好高。叮咚叮咚叮咛，像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
起，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曾经，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出错了森林，那爱情做得很透明，因为没有化妆就很憔悴，不过我可以涂一下，但是如果没有化妆涂的话会很奇怪的，对吧？很奇怪，我觉得。我以前小学好喜欢这首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玫红色。生命变质前，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之光奇幻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拥挤的未来，魔力被之光穿梭是恋人的眼光，黄绿蓝五彩的柔软蓝，在身边怎么能会有什么玩意，香水百合，我要擦掉。那我会把你吵醒。天的风，蝴蝶也恋爱了，花开明亮起来，装扮我的乐乐，绚烂色彩水晶球里快快现实发出光芒，你的 Cinderella 可以跟我一起出发，香水香水吧，做出情话甜甜的温柔，爱你的心房，哦，晚安闺蜜，谢谢你，我要唱说唱，这样大家就会被我吵到。谢谢你，闺蜜，让你的说唱伴我入眠。好的。我要唱。这个吧。像我这种混蛋，还会有什么初恋呢？当然喽。这什么？线头。不谈恋爱让我开始变得更加坚强，独自在家才会发现你快飞到天堂，朋友们说为什么你会变如此堕落，没有原因，只是喜欢自由，那就是我 No possible， 只有一个人哪来的烦恼，男女朋友除了睡觉就是制造争吵，不是我不想谈恋爱，只是我不想变奇怪，不想我自己都不想我自己还活得很依赖，好网上也能当，偶尔经常吃在便利店，吃夜的也挺香，酒吧老奶奶卖玫瑰花，她不卖口香糖，大的姑娘被人惹回家，她只想套路，可能也许有很多人都会陪你，像墨水笔不留印记，怎么可能留在我的心底， Party of the
寇总，鬼子来修比如说坏男人和狗一百一，哎呀，我怎么看着词都要乱说，很无语。爱、哎、让我开始变得跟着坚强，独自在家才会发现你快飞到天堂。什么你会变如此堕落，没有原因，只是喜欢自由，那就是我。 No possible， 只有一个人，哪来的烦恼，男女朋友除了睡觉就是制造争吵。不是我不想谈恋爱，只是我不想变奇怪，不想我自己都变得不如自己，还活得很依赖。看到你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脸红，只是孤独关的我的心里感觉很朦胧。我也经常有梦没得做，偶尔偏头痛，一个人在家里看夜景也会莫名的感动。 I'm going 在火星，在迷幻的迪厅，我用投影并在肆意的电视机里蹂躏，每次幸运的进球都是因为寂寞投进。其实没有你以后，我开始在乎我的朋友，有不少漂亮的小姐姐会光顾我家门口。虽然我们都很陌生，但是会有愉快的感受，在黑暗中从不开灯，因为光线从不管用。跟着坚强，男女家才会发现你快飞到天堂。朋友们说，为什么你会变如此堕落？没有原因，喜欢自由，那就是我。No possible。啊，我又怎么了？我怎么了？不想谈恋爱，只是我不想变奇怪，不想我自己都不像我自己，还活得很依赖。Cake， 哦，这首歌不错。这首歌是我以前高一的时候倒背如流的歌，可是现在就不行。只是因为他想出来。别叫。Say bye to yesterday, welcome tomorrow。 没在你身边陪，你是否会想我？为你准备草莓口味 K， 堆积氛围甜美够纯粹，用心搭配你最爱喝的汽水。未来能有几次机会和你有多少体会， baby baby， 想要在你耳边说着祝你生日快乐，叫我男朋友。就在6月21，对万物都很憧憬，手机一周没关机，每当收到新消息经常就会心欢喜。虽然不擅长交际，但是也会喜欢你。经常有人说我聊天方式真的很奇特，冰箱拿瓶养乐多，关于你们每一个，让纷纷扰扰都过去，轻松将烦心过滤。啊，给身体注射惰气，真的无心品尝，也会被束缚在情网，将伤心冷藏，获得经历和成长，不会再像原来一样去无端生事。谢谢支持我的人，能够陪我过生日。Say bye to yesterday, welcome tomorrow。 在你身边唱的啥？为你准备草莓口味 K， 对一季氛围甜美够纯粹，约会用心搭配。进步了，谢谢生日帽。 Baby baby， 想要在你耳边说着祝你生日快乐。 Bridge，心平平淡淡，别让目光涣散，苦笑是否会减半，只看心境变换，多数有不同，躲进了思想的树丛，压根就从来没想过努力的花儿会不红。让我发布新歌，轻柔的把你叫醒，或许从未听过。
能引起效应，别再尝试雨后成为可怜的笑柄。掌握升级的要领，每一秒怡然自得，每一天问一问自己做的都能否及格，发生的应当理所，就像你经常口口很开心，日后你播放记录里都能有我。经过了今年的夏至，袭来了今年的夏日，请我驾驶没坐上，只能等下次那么最有趣的航班。唉，念得我好累啊，感觉在念书一样。原来这就是说唱，完全就在说小兔。我感觉我在念经，说实在话。哎，的一切只要你愿意，会慢慢醒来。听一首歌，有独特的你最喜欢的节拍，揉一个你最爱的题，打开想跟你遨游之，想为你浇灌。啊，我不要念。KC 的歌也挺不错的。你总是白天起不来，晚上到喝烂醉，社交套路加自拍，这些你都办会，或许你都已经忘了你是什么时。晚上到喝烂醉，加自拍，这些你都办会，或许你都已经忘了你是什么时候改变。可能是因为孤独常陪伴你身边，美丽的照片，所谓的朋友，我是在冒烟，没人站在门口。你都没有停留，你受够这种虚伪，也受够这种云游，你不想再模仿，不，什么东西呀、啊？想在攀比，变成你开始为自己掘角力，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快呀、啊？啊！讨厌！开始习惯性的对你好奇，窥探你的生活，但放下所有一切关于你的不再争夺，我无所谓去接受你的 run away， 反正你现在的他没我 OK。 说句实话， who can do like me， who can do like me， 说句实话， who can do like me， who can do like me， 说句实话， who can do like me， 说句实话， who can do like me。 啊，不行了，后面太快了。为什么不准睡？想你我那什么？这个音乐听前奏听得让人好想睡觉。真的？对。偷走你的前奏，真的吗？哦，确实，而且是下雨的。真的吗？而且还是下雨的这种声音，好像那种催眠，就是那种下雨的那种。想你想你，我脑里都是你，问你问你，偷走你的呼吸。Maybe maybe， 哦，这不是结局。Baby baby， 我们还在继续。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的陪伴。说的话太过迷幻，再让我错误判断。在我的里循环，影响了大脑运转。那电波变得紊乱，到底该如何运算？
也算不上是完蛋，只世界突然有些斑斓，进度也只是好感时间还早，慢慢的玩晚安，我只对你说，对别人都是 good night， 从来都不会嫌多，只有你才是例外，这雨下的刚好把我们都给困住，你看电影我看你，其实不想太早落幕，爱我的太多了，但我不会中招，只想对你深聊浅聊，还有各种花式聊，喜欢在家里抱你，特别当雷鸣暴雨，你可以做任何的尝试，我不会觉得暴力，想对你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按剧情的拉着我们情不自禁，或许因为费洛蒙。谢谢夜蝶 ，Thank you，Thank you 博彦虫，太刺激，都是你。这首歌还不错哎，至少我能跟得上，无语。Thank you。哎呦哎呦，我的水。这什么歌？特别的你。哎，我的眼睛呢？哇，这样居然看不到我的眼睛，好神奇。开始就想着你，开始我爱的天职。其实这种挺好听的哦。好，我戴一个口罩，我马上戴，因为他们说我戴个口罩就看不见我。丢点帽子，你想看我的秃头啊？不可以。哎，找不到口罩。我们十二点就下播。行。你找了很多借口，我只是顺路走走，是太热，不是害羞。我这人的声音太像我同学了。恶心的歌，越来越多又是什么？不得不爱，是我们感情丰富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那一派，还是不爱会发呆？爱分好一边，爱起了机会，失去后又太乐观。看你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唱？微笑为你身上上的气味，微微微微微，不得不爱。这快乐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听一听我说的吧。构造的什么完全听不到啦。没觉得这样的结果很荒啊，他们都是怎么唱的，好神奇。
带你出去采访，和你一起做个蓝色的梦。唉，好吧。对，我主要是在想他们在舞台上怎么唱出来的，这么厉害。做也不想要了，你给了点 girl， you and me， 美好就像 fantasy 蘑菇。我的帽子又不见了，我的白帽子，我要把它找出来。哦，啊，在厕所啊。哦。我希望你对我的爱没有一个。那为什么刚才有人说白帽子不好看？其实那个已经算我好看的帽子了，对吧？对不对？对。给妈妈的歌是什么歌？菜篮子是哪个？就那个编织的吗？作为少女是唯一的坚持，如此之而来的我又让你一夜之间懂事，心疼你年纪轻轻就留着这些被真子。对对对，99次我爱他。不错不错，保加利亚玫瑰的精油全滴在他刚才牵过我的手，横冲直撞，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谁懂爱停在手里多久？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丘比特呀，快为我加油！自动之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乘客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耶耶耶。99次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要他的心电感应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耶耶耶。99次我爱他，少了头发真啊，啦啦啦啦，想练的呀。为什么你们看我的手是不是比脸白很多？好神奇。在某个凌晨，在某个城市，在某个街道，就这样抱着你，就这样抱着你。回忆那些一次次想你的夜晚，动作都会跟着思绪慢慢变换，在脑中一次次闪过的片段，一帧一帧到天亮都不会间断。我你的感情一直都是真的。这是手背啊。人好黑啊。
主动听你吩咐，不能让你失望。军训，可是果果他们学校就是冬天军训，我们好像是九月底。嗨。好晒，是紫外线吧？为什么熬夜手不会变黑，脸要变黑，很神奇。啊，十二点了，拜拜，拜拜。Baby don't you cry， 拜拜拜拜，谢谢奶茶。Baby don't you cry， 因为你来的太晚了。Baby don't you cry。